棒的观众。哎，王贝贝嘞？王贝贝怎么不见了？王贝贝，你去玩的是什么呀你？没有好好唱歌。哎，王贝贝玩心大起了哈。今天很谢谢我们现场的民歌手，还有呢，最要感谢的是我们的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，给大家一个这么美丽的经典岁月，全台湾最棒的现场的观众朋友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谢谢各位，谢谢，谢谢我们现场的所有的一个歌手到现场来，王梦玲、殷正阳、曾淑琴、叶嘉修跟萧煌奇，感谢各位。我们最后呢提醒大家，我说你们是最棒的观众，所以你们一定不会把垃圾留下来，对不对？哎，大家都在拍你们，给大家一点点时间应该没关系吧？哈，哇，这个大家难得可以看到天王天后齐聚一堂哈。啊 ，uncle 哦，好。哎，我忘了，还有一个很重要、很重要的，今天哈最辛苦的是，其实是今天。帮我们现场伴奏，而且很厉害。这个韩贤光老师呢，所领导的乐队，今天阿本老师、阿木老师，哎，不过其他老师我不认识，不好意思哈、哦，失礼了，失礼了。因为歌喉站认识了阿本老师啊，哎，我们今天乐队老师真的很厉害耶。对啊。老师都认识吗？啊，都认识吗？这几位都认识啊。那位阿红鼓手还跟我到美国去嘞。好，还有呢，阿本老师，阿本老师，还有呢，阿钟老师，阿勇老师，阿勇老师。这位阿木老师，阿木老师，他们今天太强了，太强了，真的。今天我们有好几段，真的就是完全没有彩排的，真的很谢谢各位的参与。那么最后呢，主办单位也请大家帮一个忙，不要把垃圾留下来。节目手册跟我们的扇子呢，也请，如果您要吸回的话，可以吸回。出口处呢，我们有设置回收箱给大家。如果您不带回去的话，地方税务局呢有一个粉丝专页，叫做中市税轻松，欢迎大家可以来按赞加入哦。好，那各位给你们最后十秒钟了，好不好？最后十秒钟了，要拍的快点。来，各位众家那个天王天后，请看正前方，正前方。干脆来了，给你们拍一下好了。正前方，好，正前方都拍到了没有？正前方拍到了没有？要记得po在我的脸书哦。是是是是，来，正前方请看一下，好，来赞一下。好，正前方拍完了哈，我们要换右手边了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右手边的摄影机，右手边的摄影机，右手边的摄影机，来，赶快哦哈，来右手边的摄影机，记得要跟我们分享一下照片哦哈。来，好，右手边的拍完了哈，来最后请看左手边的摄影机，哎，左手的摄影机记者，好，我知道你们手很忙哈，各位，今天晚上你们开心吗？好不好听？谢谢地方税务局，谢谢，谢谢我们的众家歌手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局长，谢谢，谢谢，我们后会有期。好，哇，今天感谢各位给我们这么美丽的夜晚，纯真年代经典岁月。来，谢谢谢谢，好，大家这个留意您的脚步哈，留意您的脚步，然后呢，请各位这个垃圾不落袋好不好？不落地啦，对不起，不落地好不好？请各位呢，帮我们把垃圾呢带出在我们的文心路跟向上路口这边，然后呢，环保局有设置了大型的这个垃圾桶。那我要在这里再次的谢谢异想世界的，我的这些猪哥猪妹们。猪圈嘛，谢谢你们也好赞哦，真的谢谢。本来看到下雨我都快哭了，想说我担心的是我们的这些亲爱的听众朋友怎么办。谢谢你们，今天晚上很感谢各位，也谢谢求广播的这些听众朋友，大家是包车来的嘛，哦，听说包了八辆是不是？那个换了22张票的那位在哪里？ Anita 在哪里？我听说他们一个人一家，哇，全家族都来了。好，我想最后呢，还是替我们的地方税务局，那么再一次的呼吁大家，希望大家呢，这个垃圾不落地。感谢各位，感谢各位。那也请大家，如果擅自跟我们的节目单可以回收在我们的出口处，谢谢你们来啦，好感人哦，来了我很多的粉丝朋友，我要拍是不是？那又快，最后十秒钟，最后十秒钟好不好？要拍的要快，哎，这样怎么好意思呢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好好来。